要讲一下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啊，可他在梦吗？我的心里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们，只有你们。我的心里，只有你们。他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他知道。哦，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好厉害！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来进行夹娃娃了。啊，对对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请两位好朋友，就是再不疯狂就等死的佛西。还有含羞草日记的草爷，都不给了。他们是他们在台湾的新好朋友，而且 Andy 已经下了邀请函，邀请他们去韩国一起对打游戏。